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车游戏。咱们今天啊，这个是一个雷电特别大的天气，然后把咱们这个直升机它给电的着火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咱们啊要出来灭火，但是这里的火势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太大了。咱们得一点一点把它灭掉。好，咱们这个车往前面开一点，啊，要不然太远了，咱们根本灭不到，是吧？咱们这个车头给弄上。哇，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着火？这个好像是有这个直升机坠落的这个感觉，是吧？而且今天的风特别大啊，很容易这个火势就开始蔓延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那边的火势好像已经被咱们消灭了，是吧？非常快速。我们这一边啊，往前再去一点。啊，这就是这些着火的地方都是有这种碎片的，应该是有直升机最多。咱们也下来给这个火势啊喝点水，靠前面水。我感觉这个还是要靠这个车好，咱们这个小的水龙头小火车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。但是这一点呢，咱们好像离得太近了，离得太近的话咱们灭不了了，咱们只能往后退一点。好 ，OK， 就这里应该差不多了。太近的话，咱们这个高压水枪根本冲不到啊，冲到的话咱们。分分钟就可以把它灭掉。好，我们可以灭掉了。咱们一起把这个火推到这个房子这边，然后咱们拿着水管过来。啊，这个房子的火势是最大的，是吧？好，这边已经让咱们给灭掉了。我们再浇一浇，防止这个火势死灰复燃，还算非常顺利，是吧？来看一看这边还有哪里着火，那咱们得开个车，把咱们这个消防车开过去。那边的火是必须用这个消防车上面的高压水枪去灭火，对吧？这边火势太猛了，咱们得调个头，让咱们这个车头对准这个火势。好，看看咱们的高压水枪，这个灭火还是速度还是效率还是非常高的，是吧？好，这边已经灭掉了，我们看一看这边好像还有火光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咱们只能用这个小水枪过来灭火了。咱们把水灭掉了，火灭掉了，不是水灭掉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